一台绝美的 B 级轿跑，你们觉得它值多少钱？宽体低趴姿态，猎瞳 LED 大灯，极致抱月肩线和经典溜背设计，还有帕美同款的三段式电动尾翼。最过分的是原厂四出排气，声浪回头率杠杠的。近五米的车身长度，实打实的 B 级长度，性感的轿跑身姿。车嘛，还得和人一样，不仅要有天鹅颈，还得努力练臀。一身都是全球顶尖车机供应商合作的翡冷翠，细密小钻折射出的珠光宝气感，配上超跑一样的无边框车门，开出去那就是一个贵气，妥妥的公主请上车。这台 MG7 零百加速6.5秒，重点是啊，92号的汽油就能喂饱它。搭载上汽全新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，加速顺滑。保时捷都在用的 VGT 可变截面涡轮增压系统，豪华配置还替你省油钱，这不就是 B 级好车该有的机操吗？关键是面子有了，这里子啊也一点都不含糊。水波纹压印，女生扛不住，赛车座椅男生 hold 不住。经典 X Model 切换各种模式，底盘参数任你调，智能。能电控悬架可都给你了，配置卷王的名号可不是他自己起的，而是网友给的。这套14扬声器的 BOSS 音响系统是千万级调音师为他量身打造，巧了，也是帕美同款，兼备电动尾门，展现超大后备箱空间。你好，斑马，关闭天窗。车顶采用1.8平方米超大面积的穹顶玻璃，不仅视野好，而且防热防晒，根本不怕被晒黑。现在你们觉得这台 B 级轿跑值多少钱？起售价12.58万，现在下定 MG7 还免新车首年全险。运动中透着优雅，优雅中蕴藏着实力。广州车展4.2馆 MG 展台，记得来打卡。